天道大招不是应该100%吗？我的锅，我的锅，之后一定100%。从这，还是我我们灌船可以给赤木灌吗？我们选一次赤木可以吃几次，咱有办法打吗？你有鸡翅吗？啊，你有射手啊？你拉一只，拉一只，拉一只藤森，拉一只藤森看看。来一只藤真应该比较有的打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你灌船给我啊，我看能不能接球扣篮的。三个都鱼柱是要干嘛？感觉拉藤真有机会打啊。你那灌船是不是可以给我啊？我可以做接球灌篮。接球，哎，二点怎么按啊？站外圈，然后要按什么？灌篮店家丁房间。哦。灌船好像很不行，不行吗？所以没办法触发，是试一下红蓝巨塔怎么输？干，我也这么觉得哎，红白胜利了。剑剑剑剑。谁要守外面？我守外面好了，你好像太慢了。我外面，我外面。外面你外面 是？啊。你可以我在里面。我想到你，我用插的啊，我用插的。我在里面。啊，不然那个后仰你不好守。睡了。没有没有，时间到了，跳了合理。燕亨安安呢？哦，这个甲片太神啦！这是叫什么？福赤连线。哎嘿嘿，可以冒得到你哦。干，虽然有点慢。你不要出来啦，干，出来没救啊！跟阿飘安安下午好，好烦、欸。他们只会盖这个，灌了，灌船看看。不是，你的，完了，这开大不知道守不守得住。没，哎呀。新用班有了，阿飘下午好啊！怎么今天搞刷组的？确实慢啊！完了，哎、欸，我也会来不及先到那个点。他如果是直接接球后仰，我也来不及，所以我要有点贴他。怕他直接西巴塔哦，没、欸、看起来蛮猛的哦，对面好铁哦，这是没穿衣服的力量吗？我哇塞啊，我的，这真的不能离开你们，好，不能补。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后侧一定要贴，不然我们这三大口袋跟不到。大手一挥，踩到左边，板不肯输。好，不会输，不会输。讲完毒奶，马上被抢走。
看，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刚那个用差的，它会自己转换那个、欸，好帅哦、喔。哎、欸，那贯传到底可不可以用啊？你试试看啊，贯传给我球，贯传给我接球啊，试一下。三了都，我们这个两个胖子，黑白双胖，贯传贯传贯传，啊，不能接这个，是可以接啦，你测试一下，打垮他们，看，丑烂，没事没事，我们福田赢一个大招。称霸全国，没有踩到了，称霸全国，哎、欸，不行这样哎、欸，闹了，称霸全国。干，我跟鬼神一样哎、欸，我这个手外面没啥问题哎、欸，来贯传贯传，哎、欸，好强哦、喔，可以啊，可以、欸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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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原来这两只是要这样配合的啊，鬼之补防，鬼之补防啊，鬼之补防，贯传贯传贯传，哇，干。不要原地投啦，靠腰。啊，二段，哎呀，笑死！福田要开大了，他要开大了，他要开大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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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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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漂亮，完了，要被劫走了。捞不到了。哎呀，没办法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蛮猛的，看我外面守的蛮好的。可以贯穿呢，可以贯穿呢。这把精华了吧？我们这个红白双胖打得蛮亮眼的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